你好，时间的4:03，今天2019年10月23日星期四最后一天啊，十月份最后一天，我们环球日报的读者们，539的会员们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又到了台北美食社长下午茶的时间，社长在南投菜场买这个梨子最贵，一颗梨子要80到100，哦，他帮我削好的。买个木瓜大概要50，买个苹果，这两个苹果是加100块，买个橘子，3个橘子啊，大概也是50块钱，我买贵，加起来200多块。总比到红包厂400块一盘水果要好，又要多。叫我吃晚餐，吃完后你楼再吃个汤啊。这就是今天社长台北美食社长下午茶的吃的水果餐啊。各位，现在生活改变一下也好，存个100块，其他300块买水果，我过得愉快，也没有花任何一毛钱。在边做全程的直播啊，全程的红包塔直播，这要交100块门票。